为了推广全民运动的习惯，还有正确的运动观念，与之乡公所、与之乡体育会在与之国小举办一场社区活力运动会，邀请许多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内容包括地板滚球、套圈圈、乒乓球之准等等趣味竞赛，提供民众活动筋骨。运动爱台湾吼，迄支乡社区运动会吼，今仔日伫咱啊迄支国校来办理吼，咱邀请到咱社区的长辈吼，共同来遮同乐，啊，借着运动吼，啊来趣味趣味竞赛吼，咱的长辈吼，平常吼伫厝啊看电视，较幽闷的这个心情吼，来甲咱的运动埕吼，达到运动的效果，和咱心情更加的开朗，会当更加健康吼。咱感谢到咱南投体育会吼，甲咱啊赞助，和咱会当来办理这个啊运动爱台湾社区运动会活动。防治委员也表示，维持运动超过30分钟就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保持身体健康。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长辈们借由运动来保持身体健康。今天哈来到鱼池哈，它主要以趣味竞赛为主，而且都老人家来活动哈。其实一天只要有活动30分钟，它就可以健康久久哈。今天的活动有地板滚球，这个是从欧洲推进的最新的，而且呢它现在是适合老年人用的哈。它的材质不是这个钛金属的哈。那另外呢，其实心脏的这个小朋友哈，或者老年人都可以玩这个游戏哈。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桌球的这个直准啊，还有沙袋直准，另外套圈，都是对老人家他的反应啊，然后他的这个思考都有帮助。县议员陈淑薇表示，相当感谢公所以及体育会的用心，藉由办理社区运动会，除了让长辈们以及小孩子同乐以外，透过运动也能够让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在这里我们感谢鱼池乡公所以及鱼池体育会能够来推动全民运动，那今天在鱼池国小共同来举办趣味竞赛，这个活动的规划过程当中有滚地球、有乒乓球，还有套圈圈，所以呢一场的规划活动呢能够让来到这边参与的老中青三代在这里和乐，然后在这里哈哈大笑能够让他们身心都得到很大的一个健康哈。所以行政单位来结合地方的社团共同的来推动全民运动，这个是俗会所肯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宗旨。希望透过运动会的举办，不但能够让长辈们多运动，借由运动也能够保持身体健康。记者邱平义于此采访报道。